欢迎收听飞碟电台优酷 Sports Show， 我是黄丹妮。本周来宾是中职秘书长冯胜贤，从小就开始接触棒球，1999年进入职棒圈，成为兄弟象当家二垒手，转任教练后继续经验传承。首位球员出身的秘书长要跟大家聊职棒的未来发展。礼拜天下午4点，请记得收听优福 Sport 秀。